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司长蔡淑凤。防疫新生活，您做对了吗？口罩要分内外层，外层视为污染面，内层视为干净面。口罩使用一二三：一、戴口罩前要先洗手，检查口罩外层向外，压条向上，戴上后轻按鼻梁，盖住口鼻，预防飞沫接触。二、脱口罩前先洗手再脱，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，再丢进有盖垃圾桶，丢后再洗手。三、暂存口罩时，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，放在干净的纸袋。口罩请正确使用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。